神元巡礼披仪二十勾含七佛治世三佛收元六十四代道统名师简介一和盛唐道场文化设计含无极牌坊结网藻井护法神像云宝二铜雕刻原著对联图文介绍含十天干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内容很值得看。广场大门牌楼山门左神光慈辉仁义存心普被愿人右原处真如中和一性道法自然。广场大门牌楼内面文字圣玉贤观选圣道场三千六百圣四万八千贤附注善书有提到三期末节开科选考拔佛子镇大罗广场靠近楼梯处之雕刻黄河龙马赋图易经河图落水神龟贤书易经落书广场东边弥勒园慈心亭含弥勒祖师像金鸡三唱喜心池为无知足雕刻佛像小沙弥像布袋和尚像四物猴像龙孔雀雕刻等